在考研复试调剂过程中，你会遇到来自山东聊城大学、鲁东大学等等这些考研大学霸的高校，他们会充斥在整个考研调剂的市场里。他们不仅学术的分数，考研分数很高，而且学术水平也很高，往往很多高校985的、211的、双一流的。省属重点院校的调剂名额会给这些考生，你明白吗？就相当于他们的师哥、师兄、师姐已经在这些双好的高校、省属重点高校以上了，他们很容易联系到这些省属重点院校的同门们，很容易进入到面试环节，很容易拿到调剂甚至录取，这就是你面临的竞争者。